他已经戒了。哇！把蛋压扁，不同的方位看。阴茎豆腐，不是的。来。本来想，本来你的志愿是什么？来，帮他加油一下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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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邓老师是不是？加油！好，正哥加油！王国正他的志愿是当老师，非常好。我说那时候我想要做，在舞台上面弹钢琴，很厉害，可是我怕高，所以为了克服的恐惧，我去做高空弹跳。有看到我吗？我是真的有惧高症，你看我的脸。力量只是来自于我们相不相信，但是只有付出行动，我们才能看见成果，好不好？那天的你，那天的我，我不知道可以帮你们什么忙，可是我答应你，那天我会陪你们坐下来吃顿饭，帮你们一个忙，好吗？送给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